这其实呢，应该咱都是知，人人呢本具智慧啊，人人呢具足呢这个妙法，在咱的身心里，只是咱唔肯去用伊啊。所以咱应该爱知啊，一法令心无容易，咱本来法都有的这个智慧。咱有无量数的法，在咱的身心里，那这个只要这个法，你会当了解，你好好去应用伊啦。这个、无量义啊，那是种一法心，你会当头付出真多啊，嘛会当头听着。咱的委婉就讲哦，常智师父足有智慧哦。哦，我的困难一句话呢，我感觉足有道理的，对哇、啊。亲像安尼一句话，咱多用心嘛、啊，面对着真多人，有啥物烦恼啊？咱那是用心呢，无听到你的一句话。嘛是会当头影响伊一世啦，唔只是影响伊一世啦，伊嘛会当影响别人呢，唔知会当阁影响偌济人的一世人啊！各位，这种一法令心无量法啦，都亲像讲，咱嘛有一位委员。叫做林小燕呐、啊，伊伫住宅内底已经十几年咯，年纪无偌济啦，但是呢，伊个身体啊，条件是足无好个，伊啊，目睭眼角膜玻璃，佮加上呢，伊有肺癌嘛、胃癌嘛，开刀呢。大大小小呢，十三处一刀，迄种手术真辛苦。但是呢，伊伫组织内底啊，迄份的精进啊，互人真感动啊！常常现身说法，拿来做志工的事，后去看到病人啊。伊会当呢，互因知影，我的身躯有十三个刀痕，我开过十三种的刀，看我嘛是安尼会当做代志啊，甚至呢，伊啊，伊啊，爱搁在挂迄个助听器，但是伊所做的是啥个啊？谎事。去甲人访视的工作，伊做记录的代志，伊的功能足多啊！每一年呐、啊，那有咱组织展览的时，伊呢都是伫咧做导览。其实，伊开刀了后，是毋是拢无病无痛呢？同款，迄、那个病痛随心呐、啊。真侪种的志工伊咧做多功能，连环保伊嘛做啊。平常时社区都是伫咧领导环保，伊呢下着迄个负腰痛，伊嘛是痛痛做。伊讲师傅讲的痛快痛快啊！有伫咧听的时，才知影讲我也阁活着啊！伊用伊的智慧来转伊的身躯病痛的障碍啊！伊呢，都常常都甲人讲，伊讲我家己吼，就是剩一支真好的嘴，啊甲两支脚。我也过会惊咯，虽然会听，不过我也过会惊。我嘴也过会讲话啊，我讲话淡定力也过足好个啊，
所以呢，伊讲我爱利用时间，我会当讲组织，我会当做组织事，我会当行组织路，我会当哦真多啦，甚至呢，伊每一回啊，病人发作的时，伊迄种呢忍力啊。真强，嘛是真开朗啊！啊，过来哦，过来，我都过来开，吼、哦。他呢，就是足有道气的啊！这开刀了后，赶快呐，赶快过去做指甲，也过伫咧听，伊嘛是赶快呢，过去做指甲。这种的业力哦，真正感动足多人，唔止感动外人哦。连一规家伙啊，不管是先生啊，或者是囝啊，拢对伊伫咧做主者呢。所以讲，伊就是伫咧运用伊的性命，也是伫咧运用伊的地位。所以，逐天伊都是讲主者事，行主者路，看伊会当运用伊的地位业力啦，会当呢。把他的身躯病痛做道场啦，这种呢无空过的人生，唔只是无空过的人生啊，伊呢，佫是伫咧消业障的人生啊，这种用智慧来转变伊迄个心灵，受这个身体呢的病痛，安尼改定不掉。伊无要让这个病痛停拔掉，伊呢就是转一个心呐、啊，停拔掉的锁呢嘛，应声安尼都开开啦。伊出去呢，那亲像一条龙了。所以啊，第一个笔下记录足好诶，带人伫咧岛南呢，凡是伊所带过的呢，大家人啊，拢是真佩服。有一群的教授啊，就讲伊讲哦，我嘛是伫咧研究宗教呢，但是呢，要叫我讲哦，甲遮尼只深的物件讲甲遐尼简单，一般的人拢总听有，好是真辛苦。我的学生呢，听我的话都定来听甲讲哦，老师咧讲的我知影啦，不过吼，我无法度好表达。竟然组织的委员都亲像一个乌巴桑同款，会当呢朗朗上口啊，描述的遐尼真清楚，一群的教授自叹不如啊。所以，干那是要看文来解释，安尼是无路用。文啊，好亲像一趴顶，甲咱点路。这爬顶的路点光啦，咱也无要去行，咱嘛只是干那伫这个灯光的下面了。定干那讲哦，我看真济经，我会晓讲真济经，但是这个经爱提来我的面头前，我才会晓讲。那安尼呢？干那需要迄、那个灯照咱的身躯，咱无法度呢。甲人指一条路向前行，因为咱家己还阁行无路。这条路虽然伫头前，咱唔肯去行，就亲像讲有智慧，你唔听话。有诶呢，就是听话唔运用智慧，安尼拢无路用啊。咱应该爱知影，佛法是智慧啊。那智慧呢，就是咱人人一生俱来清净的本性嘛。一生俱来清净的本性，原来本有啊。只是呢，咱无要去使用伊；只是呢，咱无要去向来助教；咱无要去将来的患呢铺一条路，互人行。总共一句，咱一发灵性无量义，